Hi there, Jack here. Another match day vlog. Today I'm traveling to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 Henan to watch Henan Jiangye play against the newly promoted Shenzhen Xinpengcheng. In the last season, Sichuan Jiangye was crowned as champion of China League One, which is the second division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pyramid. So everyon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irst ever Sichuan derby in the top division. But there's always a but.Sichuan Jiangye relocated themselves to Shenzhen, which is 1,500 kilometers away, and renamed themselves Shenzhen Xinpengcheng.这边又有球员手上像第一个主场一样，是不是要再一次像第一场一样早早的开场就要换人了？小班长，15分钟还是要换人的，阿庆彭上，跟第一个主场比赛一样，又是早早的因伤换人调整了。聊一下感受，第一次现场看中超什么感觉？这进攻就是不一样，节奏不一样，中超节奏明显比中甲好多了。你觉得今天气氛怎么样？中甲中超肯定观众人数不一样，这个河南也是老牌球队，氛围更好一点。下场比赛即将开始，河南队一定要拿下这场胜利，要不然下一个客场是对山东，压力会更大了。啊！太好了，不是吧？Oh!
没有七小七，我刚刚想漂亮。前锋脚下，今天门将没有失误，后卫改失误。虽然零比一落后，但也红魔这边的歌声依然没有停止。有16839人。哇，你落后了，大哥。点球，哟，裁判要去看了，完了！哇，点球，红牌！这是什么样的犯规？要点球加红牌？故意手球吗？你这要扑出去！进！2-0。新鹏城的球迷这时候展示出来了一条横幅。下半场比赛508分钟。哇！男队本赛季依然没有赢球，而是送给了对手队史上的中超首胜，在现场也是响起了下课声。在90分钟之内，即使球队落后，他们都是不遗余力的在支持着球队，为球队歌唱。但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他们也是喊出了丢人现眼。主队的球迷给客队送上了掌声，不能够怪主队的球迷倒戈。今天的这场比赛，荷兰队打的是真的不好啊。荷兰队的球员谢场来到了建业红魔这边，但是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嘘声。联赛的第四轮，一场没胜，而下一场他们要客场面对山东泰山队。职业足球就是如此的残酷，当一支球队成绩不佳的时候，最先出来负责任的一定是教练团队。不知道河南俱乐部是否还能够给南吉一的韩国教练团队更多的信心，让他们再坚持几轮。但是河南球迷的这种失望情绪，我是可以感同身受的。Yeah!
在球队和建业红魔这边的球迷沟通之后，球员和教练组也是向球迷鞠躬致谢，而红魔看台这边也是举起了北京墙和门旗。下一个主场比赛也就是八天之后下一个周六，希望还是有更多的球迷能够来到现场支持他们吧。那么我们明天石家庄再见了，希望明天在石家庄能够看到主队赢球吧。